我们下个出来，就不饭了。看来你理解很深，你很深的经验。现在一个职业吧，什么护士啊，老师啊，你这个对啊。哦，我懂。你导一个给我看一下，你导一个给我看一下，我学习一下，没有理解我，那么应该要看一下是冲着自己的情感，就是冲冠一样，自导自演，我知道，就是一人分饰两角，正好跳台。